求的梦想，我自己唱，好不好呢？你的最真实自在的笑，我是我自己的无价之宝。小兰花们，谢谢相处了这么久的姐姐们，尤其想感谢那个一直没有放弃舞台的自己。孟佳，我是未来会继续努力的歌手孟佳。孟佳加油！31岁。我是31岁的张海玉。16年前。我被命运所选择，懵懵懂懂地跌进了这个行业。16年后的今天，我选择自己的命运，勇敢笃定，竭尽所能，不辜负这个最美好。Yeah.
我在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，就有很多人问过我，你们觉得孟佳，你觉得女团的定义是什么？然后问我无数次，我都无数次的回答他说，从来没有人给女团定义过一定是多少岁，所以乘风破浪的姐姐一定是中国最炸的女团。继续我在这个舞台上真的获得了很多的帮助。首先我想要谢谢小明哥，在我受到挫折的时候，然后跟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，然后说了很多在这个我应该怎么样去找回自信，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说话才能让大家觉得我是那个自信的孟佳。然后也想要谢谢我们团队的姐姐们，然后还有宁静姐告诉我一定要自信，因为在舞台上我们就要超第一。然后还要谢谢所有乘风破浪的姐姐们的前面后面的工作人员们，因为你们没日没夜的为我们在准备筹备这个舞台，还有阿康哥、杜华姐，然后还有赵宝老师，你们真的非常非常辛苦，谢谢你们成就了我们这么好的舞台。然后想要谢谢姐姐们，在这里我看到每一位姐姐们的时候，我都仿佛看到了自己，看到了很多的缺点，看到了很多的优点，我在这个中间学到了很多的东西，谢谢你们。心里在盘点成团的名单了，我们已经有五位姐姐成功的出道。是否这次我将成功